们今天吃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国泰万怡酒店 MJ Kitchen， 今天是疫后第一天开幕，我们要来试试看他今天主打的鲑鱼宴与烧烤宴。弥补前两天没有吃到鲑鱼的遗憾。嗯，好新鲜，弹弹的，沾五味酱。嗯，啊，海鲜都新鲜，真好。这边有盐之花、夏威夷黑盐、玫瑰盐三种盐。烧烤培根卷、烤鲑鱼、烤生虾、烤鲑鱼下巴、烤茭白笋、烤葡萄柚、烤凤梨、烤士林蛋香肠。Budweiser， 吃烤肉就是要配啤酒的啦。是素炸海鲜、紫藜酱、烧烤、香料、蔬菜、烤培根、高丽菜、猪前煮、港式奶油、烤白菜、榛果奶油、鲑鱼花椰菜、醋溜鱼皮、七味菜、葱拌海鲜、生菜鲜虾松、青木瓜沙拉、干丝海带丝、苏菲鸡胸蜜桃沙拉。
凯撒沙拉，凉拌海蜇丝，神经混转，麻辣牛肚，加倍速甜辣烧，那里柠檬鲑鱼沙拉，一致健康鲑鱼沙拉，墨西哥蛋糕玉米鲑鱼沙拉。原来它每一种鲑鱼沙拉味道都不一样，各有千秋，各有风味，好吃好吃。烤焦烧鸡腿，咖喱甜香鲑鱼，勃艮第红酒炖牛肉，鲑鱼松肠饭，鲑鱼腰丸烧佐柚子油醋，烧烤脆皮德国猪脚，鸡肉料理金沙酱烧鲑鱼。你买那个时候好好吃哦，真的有用心在改变。那个明太子鸡腿好吃，那么有进步哎。原价多少钱？原价1080，万豪女享加864，然后加一层原价的腐粉。它虽然没有弄那个什么什么龙虾、雪蟹脚啊、战斧牛排啊这种高单价的商品，可是它这些都弄得相当的精致美味。抽奖。点点时间，吃点心就是要配咖啡喽。现在吃葡式蛋挞，如果是热的更好。咖啡豆，偏苦的味道，好吃哎。蛋糕很绵密，乳酪蛋糕。好吃，巧克力慕斯，赞，这巧克力好吃。